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接着上一期继续对比萨省和 BC 省的教育，但是更确切的说呢，应该是对比萨省和 Surrey。 因为萨省的话呢，我经历过里贾纳、穆斯乔和 Pilot Butte， 并且呢待了四年，感觉应该都大同小异吧。但是来到大温地区还不到半年，精力有限，并且在跟别的妈妈聊天的时候呢，发现这里的地区差异还是有一点的，所以不敢以偏概全。那上一期视频对比呢，就是在基础教育方面，我知道的应该都讲的差不多了，这里就补充一点，我们家孩子在萨省上学的时候呢，学校都会有 Kids A to Z 的免费账号给他们用。那这个 app 呢是真的很棒，它从 A 级到 ZZ 级，不同难度的书，然后有很标准的朗读，让孩子可以跟读，也可以直接点书中的单词查它的意思。第一年二哈哥哥在穆斯教上学，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拿到这个 app 的账号。那个时候老师每天会给他一本绘本拿回来读，然后有些单词我也不确定对不对，他也读得很痛苦。那后来有了这个 app 以后呢，他也喜欢点点看看，然后我也解放了。然后书里的内容呢真的是包罗万象，我有的时候聊到人体各部位的肌肉，阿哈哥哥也能说得出来，他说是在 Ruskids 读过，他管那个 app 叫 Ruskids， 我不懂为什么。然后有一次呢，不知道怎么的，我们就说到了切尔诺贝利事件，他竟然也读到过。我想这个应该就是所说的，这里的孩子的阅读量比国内孩子要大很多。当然这并不是这个 app 的广告，因为我看过国内的 App Store 上的这款软件呢，跟我们在这里用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东西。那我以为这是在加拿大的孩子都在用的，我一直跟朋友说加拿大孩子都用这个，但是搬来这里以后呢，孩子入学了，他也是要填一个表，就是问孩子在家里用的是什么语言，就是主要的有主要的应该叫 mother tongue 吧。如果你说不是英语，那么即使你的英语已经很好了，也会有一张表发给家长，告诉你学校会安排另外的课程给孩子补习英语。我以为我们又可以拿到 Ruskids 的账号了，可以读了，因为那个账号呢，它是每一学年都会更新的。但是等了很久都没有，于是在家长会的时候呢，我就去问老师，结果这里的老师他并不知道有这个 app， 然后老师就推荐了几个这里孩子用的，都需要家长自己付费订阅。另外呢， Surrey 的功效呢条件没有里贾纳的功效好，就是电脑啊 iPad 啊没有里贾纳的多。但这一点我觉得就对于elementary school 的孩子来说呢，影响并不太大。那至于两边的老师，我接触下来呢还是都是很不错的，当然就是表扬过多了一些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基础教育就讲完了，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成人教育。那在加拿大成人教育是非常普遍的，就是 lifelong learning， 终身教育，真的是可以活到老学到老用到老的那种。我的 Link 老师说，这是因为加拿大呢它是一个移民国家，所以很多新移民来到这里呢，本来的就是本国的学历和学位它可能不被认可，就只能在这里重新读书取证。那更多的呢就是像我这样的，来到这里还要继续学习英语。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免费的成人教育。免费的成人教育主要的应该就是英语学习。在这里的英语学习，不是我以前在视频里说的去图书馆啊，去教会，去 open 到那种，而是 link 和学术英语。 link 是 language instruction for newcomers 的缩写，
它的课程跟学术英语的相同的地方呢，就是它们都包含听说读写四个方面。那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它们的教材。它的教材一般分为8到10个主题，就是新移民来到加拿大需要了解的一些信息。比如9月份开学，那就会教大家一些加拿大教育的基本情况。我现在说的一些呢，就是通过 Link 课程学到的。之后呢，就会有健康主题，就是教新移民如何在加拿大就医。那不同的级别呢，学到的深度就会不一样。我同学说他在5级的时候就学到过这个主题，然后到7级了呢还在学，但是学的就是人体肌肉的名称。那别的主题呢，还有加拿大的概况，主要讲一些入籍需要考的题目，还有住房、交通、文化、工作，甚至还会简单的介绍如何开展小生意。就像8级的学生，他就要求做一份 PPT， 介绍自己的商业计划了。但是相比来说呢，萨省的 Link 学术占4，然后生活信息呢占6，但是 BC 的 Link 呢，它就学术占3，然后生活信息占到了70%。那 Link 的这个课程呢，一般是上8个月到1年，1级。那你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各通过8次小测试，就可以拿到一个等级证书。那这个等级证书有什么用呢？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，不管你的 Link 有多少，就是不管你 Link 的等级有多高，它证书的唯一用处就是作为入籍英语水平证明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这个证书的话呢，那么要么你就有雅思成绩，要么就是花199刀还是299刀去参加那个入籍英语考试。但是 Link 英语呢，就是不管是测试还是上课，它都是免费的，就只要你去花时间，那别的用处呢就没有了。哪怕我在 SAS Polytech 完成了7级，注册本校课程时，还是需要提供学术英语成绩。所以大家要注意哦，如果你是急着要学英语去上专业课的，最好先不要上 Link。Link 呢，它是对永居和难民才可以参加的，就是免费参加。但是我想跟大家说，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来到加拿大以后呢，就是第一件事情，你就可以用谷歌地图，然后就搜索 LINC Link， 然后去到最近的 Link 的测试点，把那边能薅的资源啊、信息啊全部都薅走。就像我在 Link 拿的这本书，我爸妈看了都了解到很多有用的信息。那 Link 测试完后呢，会给你一个成绩，然后在萨省就是安排你去 Saskatchewan Polytechnic College 上课。但是在大温地区呢，他就会问你住在哪里，然后给你一张纸，上面有你家附近的 Link 上课点，非常多，可以自己选一个喜欢的，拿着成绩单去注册。那上课形式呢，都是有3种，就是在线的、线下的或者是混合的，自己选，但基本都需要排队。在萨省的话，如果你选线下的，好像就会有一些针对学龄前孩子的 daycare 的优惠政策。在 Surrey 的话呢，有些机构就直接有 child minding， 就是你在这个机构上课期间，孩子就可以去到那边，有 ECE 的老师会照看他们。那 Link 的老师呢，都是有专门的证书的，所以口音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在 Surrey 遇到一个 Link 的老师，他来自新加坡，但是对加拿大各个方面都非常了解，可以说是有问必答。我想这些 Link 的老师应该都是挺厉害的，因为他们要面对的虽然是那些英语不太好的新移民，但很多新移民呢，他在本国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。像我的同学呢，里就有好多的博士，
有医学的、工程的，或者是拥有两国的学业学位的，真的是一般的老师罩不住。但是同样说到学习资源，两边的 link 课程呢都要用到一个叫 ELLII 的一个网站，也是一个在线的学习资源。那 SaaS 呢就是可以免费用，在 Sorry 呢老师就用以前下载下来的，就是老师说，他说以前是有的，但是在疫情期间呢为了节省开支把这块开销给砍了。在这里我就想说一个我不太理解的问题，就是 BC 人比 SaaS 多，税收呢也多，为什么学习方面的资源反倒还是 SaaS 的比较好呢？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学术英语这一块了。我在 SaaS 的时候因为有工作，所以并没有太在意这个，然后来到 BC 后呢，找工作他对证书的要求会比较高，就是比 SaaS 要高很多，我就不得不先去读书。可惜英语不好，我呢就不想去突击雅思考试或者是多邻国的英语测试，因为这里申请有些学校它是需要面试的，就即使你突击英语了，你不一定能通过那个面试。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学术英语，就是 English Art 12， 就相当于你再去读一遍12年级的语文课。当然参加这个课程之前呢也是要有一个测试的啊，免费。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呢，那么只能去上就是级别低一点的课程。然后如果拿到这个成绩，不一定是只是毕业，因为有些学校有些专业它要求是在75分以上，那这个成绩就可以在这里申请学校。那我现在呢还在排队，没上过这个课，不知道具体怎么样，以后上了以后呢会跟大家分享。这个课在萨省也是有的，是一样的。那同样这个对 PR 呢也是免费的，这个福利真的是太好了。同样的有些学校，就像我有些同学他们想要申请工科的，就是一些工科专业，那他还要求有12年级的数学的毕业证，也可以去测试然后免费上课。那总的来说呢，我非常非常喜欢加拿大的教育环境。可能小时候大家都是在玩，但等你懂事了，了解到自己的需求了，想要用功读书了，那么什么时候都不算晚。最后要说的呢就是成人后续教育，这个就是自己承担学费的了。在萨省就很简单，去找 SaaS Polytech， 一般找工作的专业取证在那里都有，正规学校证书过硬，学费呢也是比较合理的。当然了，PR 的学费就是没有 PR 的一半，甚至是三分之一。没有 PR 没有国籍的都视为留学生。这个呢也是我之前没有在萨省读书的原因之一。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呢，这个机构太多了，很多私立的。打个比方，我想学 ECE。功效申请呢他就要求非常严格，我面试的时候因为老师觉得英语不行就被拒了一次，但是私校一般就会给你一个链接，然后让你自己去在线完成一个英语测试啊，没有人监考，然后同样的证书私校取证的时间会比公校短，但是学费呢是公校的2到3倍。我一来呢是心疼钱，二来呢就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吧，就是怕私校不正规，就是所说的野鸡大学吧，我怕拿出来的证书到时候还是找不到工作就浪费钱，所以还在努力申请公校。那这些信息如果以后觉得有必要呢，我都会整理好跟大家再分享。最后最后呢就想顺带对比一下两个省的图书馆。其实我去过两个地方不同地区的图书馆，
软件呢都是很不错的，那硬件设施呢可以说是参差不齐。我之前在里贾纳住的呢算是大家所说的富人区吧，那边的房价略高一点，地税非常贵，但是配套的公共设施条件都会好一点，比里贾纳其他区的都更新一些，人也会少一点。我不是房产中介，我的房子呢也是挂出去一周就成交了，我只是客观的说一下，至于大家怎么选还是看自己的情况。那大温地区的图书馆呢就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不方便，就是我们家虽然是住在 Surrey， 但是有的时候去市区就堵车，然后还是相对呢还是去兰里或者是去本拿比更快。但是就是说大温地区实际上并没有像多伦多那样完全的统一起来，所以不同的区的图书卡是不能通用的。那当然不仅是图书卡，还有 City 的休闲娱乐年卡，比如游泳啦、滑冰啦、 After School， 都不太方便。但是我有一次去借书，然后 Sorry 没有这本书，图书管理员就问我要不要帮我看看别的地区的图书馆有没有，说是系统是通的。那我想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已经在逐步的统一了。好了，这个主题呢就讲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会尽量的去实地考察一下，然后从我的角度去给大家分享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